鸡翅。大爆头，有沫，咱们吃一个招财进宝聚宝盆，我先吃一个小金条啊，哎，抠不开，咱们先吃这个吧，吃个小元宝，哎，我发现我的手真的是太笨了。嗯，好甜呀，一会儿再吃。等会儿啊，先给你看一下。哎，吃个妈咪，它是红豆夹心的。我来让你看看，这里边什么样的。红豆夹心儿，接着吃啊！一会儿让我们家那几个小朋友们过来一块吃，祝看到此条视频的财源广进、步步高升、学业有成、十全十美、幸福美满。我只能想到这么些词，好吃。